就是因为好，那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信不信？因为我放我们要回去了。哦，手机本来这个不要，这个丢掉。哎，好了，恭喜呢，新雅小姐呢也是一样哈，抽到龟山岛的特奖，2000一夜哈。你安尼我是不管我多人搭车，龟山岛，龟山岛，啊，你来这拢龟山岛啊，你，龟山岛2000一夜，龟山岛2000一夜，2000一夜，龟山岛2000一夜，获奖龟山岛，笑蛤蟆啦。哦，那特别呢啊，两位的东西都备好了哈。哦，连蚊香啊，晚上呢没有门窗嘛，啊，连蚊香我们都特别准备好了哈。啊，这个啊，被那个睡袋哈，睡袋啊，然后这个呢帐篷都有了哈，睡袋帐篷都有了哈。自拍啊，自拍哦，啊，自拍哦，明天来接，明天来接你们，我们自拍，按你们明天。好，来，明天来接你哈，拜拜了哈，拜拜。哪一个地方风雨比较小？啊，你前面那个地方。再会。时候，这个就可以抱 baby 啦。是啊，大家，我在你用心良苦哦，我会努力勇敢做人。哎，杨叔也只有一只哎，一只共用就好了。那个什么事都做了，哪差那个牙刷？我说，我教你一个新的花招，搭帐篷的花招啦。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哎，这不是。一般的葱油饼哎，它外面葱油饼，对啊，蓬蓬松松，然后酥酥，有一点带脆，嗯，还有个关键，它用的是猪油，好，你要我扛啊，怎么样？哇，那个葱哦，在那边挤，我们吃到一大把的葱花，是哈，好棒，这什么时候来吃最爽？台风过后，那个葱哦，上架的时候，你会吃它，好像在吃金箔。哎，我们获胜！你知道我们这一队获胜有什么吗？有奖金啊！有奖金10000元。啊，那个咧，小天使等一下就会出现。嗯。凹个头啦！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排队买葱油饼。我们赢了10000块，不敢给我，你在排队买葱油饼。你下班你要不要排队买票啊？好恭喜诺哥队！对啊，耶，10000元，你能排队买抽用笔，真的有钱。这是做效果，没有没有，真的拿出来给你看。到里面，真的耶，是假钞，真的没有没有，都是真的，都真的都真的。他把真钞给我们了。来来来，来崇哥10000，来1000块来，小费小费，没有没有小，他习惯拿到钱看到没就给小费，快点全买哈，全买，对对对，来，好，谢谢。10000块啊，平分就是啊，平分。啊，女来宾啊，她是37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地主队，我领队，汪老队我是拿7000。那我也应该有3000啊。啊，你1000请那个小天使吃葱油饼，那个算我的。啊，你人这么大方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今天又刚好，对不对？喜事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请问你要大吃葱油饼好吃吗？这个葱油饼太好吃了，是，但是红包太薄了一点。对，今天汪老队获胜，耶耶耶！